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ssus。 最近见到有很多芒果在卖，芒果的季节开始到了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芒果呢？芒果的品种有很多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个国家哪种品种呢？我自己最喜欢的芒果品种就是菲律宾的吕宋芒，这是我刚买回来的菲律宾特大 size 的吕宋芒。我觉得泰国的水仙芒味道比较淡，没什么果香。印度的阿方素芒很多人说好吃，但我觉得它只能说是比较香甜而已，芒果味一点都不浓。但菲律宾的吕宋芒除了香甜，芒果味还非常浓，是香港街市超市最常见的品种，而我最喜欢用它来做甜品。我经常光顾的水果店老板教了我三招选好吃芒果的秘诀，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知道吧。第一招就是闻起来有淡淡的芒果香气，表面要光滑，颜色由青绿开始转黄，就代表又香又甜。第二招就是芒果的定位那一端要比较饱满，代表肉多，选芒果时最好选最熟一些的。第三招就是芒果的定部如果有透明的甜汁，就代表这个芒果够甜够成熟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些资讯对大家下次选芒果时有些帮助。